这一阵一阵风吹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座诸位啊，风从哪里来？风如果从虚空来，虚空自己会产生风，你这整天都有感受到风。风从体内来，那我们的衣服会往外飘啊。风从身体来。再看看，风不从外来，风也不从体内来，风到底从哪里来？风从宇宙地水火风空见识虚妄的分别，误认为啊，时动时候是静，所以动是妄想，静还是妄想？诸位，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太阳是热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是热的哦。你看这个是热的，风吹来，这是热风啊。这感知是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啊，要变成把它变成，这感觉变成是凉凉的啊。注意看哦。我的手指头。它的感知是凉的，冷是错觉，凉的还是错觉，但不能说没有热，没有凉，那就失去了元气。啊，再一遍，风从哪里来？若从虚空来，我们二六时钟都要承受这个风。风从色身来，我们这个衣服会往外飘，啊，对不对？风不从内在色身来，也不从外在来啊。我们说太阳现在是热的，哎，这对不对？不一定。就变成感知，变成凉的，立刻就变成凉的。冷也好，也是缘起性空；热也好，也是缘起性空。只要你保持心如如不动。使人众生来讲，就渐渐接近佛啊。但是如果你彻悟冷热无所住，就了解如来即心就是如来，即静就是如来藏性。所以佛陀的伟大，在讨论整个法界都是佛陀如来藏性的故乡，无一法不是如来藏性。但莫一向上助着啊，冷也好不助着，热也好不助着。当然要看看我们这个色身能不能承受啊，因为我们要过这个易熟果报缘起的日子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热是错觉啊。我的手指头变成冷，又是错觉，立刻马上，所以我们就是。永远的错觉过一生，那不能说没有冷，不能说没有热，对不对？但是冷热交织都是主观意识分别心所产生的，所以你必须过现实的生活，又必须超越它。你过超越的佛陀的思想的生活，但你又必须要面对残酷的现实。佛法之所以难，就是因为境界太难突破，因为它叫做坚固的执着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它坚固的执着。对，所以色受想行识都是一种妄想，坚固的妄想啊，虚名的妄想受。想象的妄想，行幽隐的妄想，幽隐的妄想。最后一个是的话，这最极微细仍然是一种妄想，叫做暂入合暂呢，暂入合暂，也是一种妄想。所以我们要了解。五蕴色受想行识，
都是一个妄想，只是细跟粗而已。啊，我们用大家听得懂的啊，第八意识就比较微细啊，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，哎，就慢慢的第六意识就中间啊，再来对境界就面对就比较粗糙啊，能够分别世事。所以佛陀从粗糙的啊叫你观察，叫做妙观察，哎，妙观察哦，所有的缘起都是性空，妙观察，哎，妙观察。但是呢，要降服自我很难，这叫做平等性质。妙观察啊，达到了成熟的功夫，也慢慢的降服自我，哎，见到我无实体，见到万法无实体，我法二执，哎，所以第七识跟第八意识是同时存在的。哎，一打开第四识最为细，第八意识转大圆镜智，转平等性质，它是最后一念是同时转的啊。转第八意识以后，就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，所作皆成。所以所作皆成就是佛啊，善于妙观察就是佛啊，内外平等就是佛，大圆满究竟智慧就是成就无上佛道。诸位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啊，转世成智，迷一智而求于佛，这个就心外求法。哪里迷一智而可以求得到佛？所以转世成智就是念佛，念不离法身。妙观察智就是念佛，平等性智正是念佛，大圆净智正是即心就是佛，法身就是佛。对，离开清净自性没有别的佛。念佛不是靠佛来同情我们，念佛是开采自己心性也是佛，创造自性的净土。佛由啊，方便说外由外来引导，学佛最主要为什么要善知识？迷时失度，悟的时候要自度。所以很简单，为什么要学佛？就是要引发你内在强大的潜在的般若智慧，成就无上正等正解。但是我们现在都放弃自己的能力啊，我是平凡人啊，我不能开悟啊，啊，我不可能啊转世成智啊，然后靠阿弥陀佛啊，靠外面啊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并没有说不对啊，而是说这样力道几乎微乎其微，因为自信是否发挥你的潜在的，没有烦恼，这个时候念佛就相应。听佛的开示，听甚善知识的开示，其实它的可贵的地方就是引导你内在里面本来的自信佛。你要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就没有距离。佛有距离吗？佛有大跟小吗？没有，那是根器不同啊。凡夫二圣能看的佛像啊，浅位菩萨看的佛像，大菩萨看的佛像都不一样。法身有大跟小吗？没有，所以都是自己内心里面的善根福德因缘所显现出来的啊佛像啊，究竟义叫做法身佛啊，无一处不是啊你的法身。所以啊，华严经把解净十佛、行净十佛，没有用解净十佛、行净十佛，不足以表达佛陀的啊那个整个法界的宽广深度，不足以形容强调佛陀的了不起，非凡夫所能及，非二圣人所能及，非啊浅位菩萨所能及，
非初地菩萨到七地菩萨所能及，非八地菩萨到十地菩萨等觉菩萨所能及。又告诉你，净虚空界、遍法界都是佛。那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人，那就继续执着一个佛啊，执着一个我啊，执着一个法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体悟了圣道，圣不离心，不要用妄想念佛，这样子一辈子都耗费在啊，浪费很长的时间啊。要了解佛的本意是什么，佛的本心是什么啊？这样子，所以刚刚啊，比喻的地水火风不在内，也不在外啊。按我们妄想五音就变成分一个内跟外啊。事实上，我们的色身跟外面的元素是一致的，是一致的哦。好，嗯。准备来休息。